活吧？四十以下，不能坐什么创车、啊哦、出来，所以要去找史莱姆的呛壳哦。给我出来，这么麻烦哦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不等，可是啊，是苦力炮，我被骗了，差太多了吧？都好绿哦，可恶！都好绿哦，可恶！绿油油的，可恶！地道也要绿了，不太爽，跳不上去。嗯，有观众说看到，为什么没看到？他应该也是看到苦力炮。纸片说你们看到是苦力炮。你们当每个人都纸片哦？你们已经看错了，相信我。废矿的声，可是我没看过、啊。谁啊？废矿几率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去废矿看。记得村民村旁边很多废矿吧？哎、啊，这上面是谁？巧克力。哎，仙人掌收割，仙人掌能做什么用？没有，只是染料而已，是不是？没有哎、欸，底下都没有哎、欸，他应该不会跑到水里吧？因为我看刚刚风破在水中打到，想说这附近说不定会生，有可能。这怎么还有个矿车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他们说有水40格就会生了，有水40格、哦、有这么好生哦？这么好生哦？啊、做这个好了。我记得在这附近好像有，有那个矿坑，是不是？外围。我要去吃加速。没有，都没有。科技村房子好少哦，哎、欸，没有钱呢、啊，是没有钱吗？没有钱就去盖下去喽，这样子哦，嗯，没有钱呢、啊，现在很穷困呢、欸。中介祭坛那条路会生，中介祭坛那条路，去中介祭坛那条路，他们讲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那里哦，那我去看看，哎呦好痛，真的会生吗？这个我就信一下好了，我记得我们之前有铺路。我去看看。对啊，中介祭坛那条路会生，他们讲的。那我在这边。我要去找一下。平地。不一定要有水。总之就是40格以下就有可能会生嘛。啊、所以会生钻石也有可能会生这个。是不是？我只是之前花钻石完全没有看过。算了，不带了。好、啊，他们说有，然后我来看看，希望他们没有骗我。马上就有人贴，哪里呀、啊？这里那个亮或不亮都可以了，亮或不亮都可以哦。嗯，目前没有看到一片草原，完全都是草原，没有任何怪物。嗯，我把视野调高看看，还是这里呢？来到是外围的草地。奇怪，我以前在这边发生废矿呢。我找个地方，要把它当做 disco 厅。没有。史莱姆方块。大型废矿这里呢 ？CD。CD。嗯。因为他们说我看到、啊，我就标示 A B C D 给他们选。那这里是 D。在 Z 那边啦。什么叫 S？ 还是？嗯，我都没看到啊。嗯，我没有看到，被骗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就是看不到啊、哦。以前我看一下，以前我找到废矿的地方，怎么都不见了？真的好奇怪，这边到底是可以干嘛？哇，这个超难找，我已经到中介祭坛了，还是找不到。哎，果然只能史莱姆方块。果然是要那个平常就要累积有没有？对啊，可是我们、嗯、我看到我们挖了30几个已经很多了、欸。对啊，平常就有超多的了，不爽就砍了一下。这边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有做一条路直通中介祭坛的。我们现在有几个啊？六个，我有三个方块，我有六个，九个，我两个方块，两个，十一个，哇，这么多了，十一个可以做。做两个、三个平台，可是我们弄二乘二的平台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二乘二就是四个嘛，所以大家可以快要三个，快要三个。嗯，那还是做二乘一的就好了。都没看到。嗯，有没有兴趣做二乘一的啊？
二乘一，二乘一和一乘一不是差不多吗？二乘一比一乘一好太多了。真的吗？哇，我觉得差很多哎、欸。我觉得差不多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啊，等一下做做看啊，反正不行的话就拆掉啊。一不明，或者再粘上去啊。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。我也找不到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也找不到。到外面的路上会有，因为旁边有很多沼泽。哦，也是啊，说不定你站在那边等就会有了。我已经绕两圈了，还是没看到。站在那边等，那边不是你说想要遇到就遇到的吧？对啊，那个插火把比较会生的原因，是因为不会生其他怪啦。有人这样讲、哦，这样哦，就是史莱姆没有阳光限制嘛，甚至还放水之前。放水哦，放水为什么我就不晓得了？不知道，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。又大又肥的史莱姆，又大又肥的史莱姆喝水是不是？你可以搭个史莱姆啊，问他在干嘛 ？Hey chocolate， 哎，都没看到，没有，这里都是石头而已。史莱姆等于稀有动物呢。我记得我有在这边挖到废矿哦，奇怪去哪里了？这块也不一定会，嗯，还是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太久了，不记得了。这边整圈也没有，又大又肥的史莱姆，感觉好像骂人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在肯定在批评肉品，好不好？不是在评论肉品，肉品啊。嗯，评论肉品，评论实况组。哎呦，这里竟然有岩浆。西莱姆，哦，好多矿。竟然是枯工哎，枯工竟然跟着我来了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还以为谁在我旁边跟我走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是粉丝啊、又是岩浆，不要走这。粉丝，方便粉丝。好，我决定先去铺。找都找不到，铺啊，根本不晓得。峡谷两边中其中一个。我修。他真的完全躲起来了、欸。到底为什么我刚刚封封你可以看到那一只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问史莱姆、啊。哎呦，原因出现、哦、有地狱的史莱姆啦，可是好像没有用哦。那不一样啊，那龙岩史莱姆不一样吧？我的饥饿度，大家都很关心我的饥饿度哎、欸。大家怕你饿着啦。对啊，真的饿到扣血的时候再吃，不还来得及吗？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对啊。他们都一直都很关心我的饥饿度，觉得你太瘦了，该吃点东西。好好吃吃吃吃吃吃了吃了吃了。这一个另外一边是不是？那我们要怎么盖啊？你可以试跳一次啊，我觉得试跳的时候可能会死很多次哦。哇。哎、欸，我被骗了，另外一边没有。基哥，你遇到就我看到钻石怎么样啊？怎么钻石？我挖钻石，挖挖挖挖挖起来，挖起来，交给你了。今天第二窟，补充我们的钻石。城堡会不会有啊？我没有去城堡过。城堡不晓得、欸。先回去好了，不管。哇哇哇！新闻吗？新闻哇哇哇！怎样？忽然觉得蛮有趣的。啊！好啦，算了啦，回去哦。回去吧。放弃寻找史莱姆，实在太难找。我一无所获。沙漠不会生吗？山不可能生吧？所以我们要回去盖科技村，然后顺便等史莱姆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经过会看到史莱姆，我就会打一下。
玩的只是很偶然机会看到。所以我们要回去科技村盖科技村了吗？嗯，我们有凑到钱了吗？怎么样的钱、啊？什么突然要盖科技村？我们有凑到钱了吗？我们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办法盖科技村哦。不要帮我们多接一些广告才会有钱。所以另外一边根本没有，对啊，没有啊，都没有啊，史莱姆，史莱姆，那个走到底都没有，都躲起来了。为什么不坐矿车？因为我没有矿车。这边呢？这边可能应该 OK 吧？欸，可是我要跳去哪里啊？我盖完之后跳，就算我跳到也是死啊。你到底是盖在哪边啊？你是盖屋顶吗？你已经回到沙漠了。对啊。那你跳到哪里？我在上面啊。你要跳起来之后有一个平台接着它，就不会死了。我要接着哦，好好。对啊，所以最少要盖两个。我先用个泥土。要四盖有没有？借我几个。你去箱子里找啊。带一些东西回去好了。哦，红石，这些都青菜了，丢给你。Go go go！ 希望我回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纸片已经盖好了。可是我只有两个哦，盖不，我没办法盖好。纸片只有两，至少要有四个，不三个。嘿，我也回去找纸片。纸片。你需要史莱姆方块吗？我不晓得，我刚才去另外一边的峡谷没看到。等一下再找好了，我们必须要找机会抓到史莱姆的出生点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个史莱姆田。是哦，纸片你怎么盖在那里啊？那要盖在哪里？我以为你是要盖在其他的屋顶上，这样跳过去。哦，是哦，也是可以啊，这样就不会死了。我想说你盖在那里干嘛？我想说提高一些挑战性的。我想说这盖在那里干什么？你是说这边的屋顶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找一块屋顶，盖、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从其他地方跳过去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觉得要近一点呢、欸，要近一点的屋顶呢、欸。就是这个啦，就是最旁边的屋顶。先来最旁边这个屋顶看看好了，有没有机会？你是说点吗？只要它的那个点有史莱姆方块就可以了吗？对啊，通常是这样。我觉得这样跳得高吗？我们一样是从这个跳台跳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你们一样要从这个跳台跳，所以会跳到左边那些。屁啊！所以我在这边帮你们挖一个跳，从这边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差不多再往下一点，要放一个史莱姆砖吗？所以就在纸片站的那附近，应该跳得到吧？这边哦，没有没有，再近一点，应该有机会跳到吧？所以你要跳到下面哦。就是在那边立一个平台看看啊，这样有没有希望？啊、我盖个这样子出来，你要跳跳看。你真的吗？你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、啊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远。是你要改位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不行，不可能。对啊，因为这边有屋顶，我们没办法跳起来。好吧，我顶多跳到刚刚我死掉的那个地方而已。我们竟然就是在用死亡测试这个游戏耶！哎，巧克力，给我位置。没有，你先盖，我先盖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。喂，有过头了，有撞到了，有了，有撞到还是撞到、啊？没有，哎、我的东西是被纸片吸走了。哎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的东西我丢地上啊！好可怜、哦，垃圾都不丢了。我的马铃薯，马铃薯，我没有拿。帽我吸到了。我刚刚其实有拿一张唱片回来，我要去做一个唱片机的。等你们一点娱乐。又没了。欸？可是史莱姆砖跳到不会死吗？不会啊，就只会弹起来而已。不会啊，它会弹起来啊。哦，不会死哦。等等。我以为你们刚刚是跳到史莱姆砖死的。没有没有。来，哪位勇者要再试一次？然后这是写的铁桩。命中啦！你看。哦。咚咚。哦。怎么样？跳到没有死是不是？弹起来了。对啊，就弹起来。弹起来。弹多高、啊？
弹不高啦，大概只有一半哎、欸，其实一半哦、喔，它、啊、弹起来只对啊，就这一半啊，一半有没有那种超硬史莱姆砖啊？超硬史莱姆，超软史莱姆砖啊？所以要不要把这个史莱姆砖弄高一点？对啊，弄高一点好了，感觉有没有比较有趣？有这个音效讨厌，这是十三，这个是十三。有没有很不舒服的感觉？感觉很好玩，喵的。我觉得我们用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吸到了两个啊、哦！哎，都痛，两个好啊。就这样子弹弹弹哦。对、嗯。那最后要有一个水之类的、啊、比较好玩。